帮大家出了超级卡哇伊的颜色，喜欢吗？然后还有我身上的绿色哦。然后我先介绍一下商品的特色好了。这一次的颜色超级卡哇伊，妞妞本人呢、也是失心疯了，全部的颜色都买了哦。好，这一次这一件呢超可爱的，第一个是它颜色可爱，第二个它其实是有点薄针织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弹性皆可，可以穿到 XL 都可以。然后后背它是做这种粗细肩带的感觉，所以也不会露到内衣，会不会露肚子？它在肚脐之下，也不会露肚子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件人人可以驾驭、弹性又很好、不会热的小背心。好，那你只要搭一件罩衫就可以很好看了。尤其是我觉得这一款呢、大家可以多带一点颜色，因为它是真的来弹性很大，很好穿哦，然后很舒服，很好搭配，不用任何的下半身。我只要大家有比如说白裤啊来搭，或是浅色牛仔裤、深色牛仔裤，全部都可以，随意拿一件你的牛仔裤通通都可以搭。然后这个绿色啊，其实穿起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显白哦。好，那当然呢，它一定有基本色咯。基本色我穿一下白色给大家看。其实基本色啊，我觉得非常值得买啦，因为很多人夏天都喜欢买白色跟黑色。好，白色呢，这次我们来穿，白色是大家最喜欢的，会不会透？一点都不会透。好，然后穿着感非常的舒服，就是有弹力的，然后它是非常雪白的白，然后再来它下摆其实有做一点卷起来的感觉，卷卷的感觉，就是一个简单的背心，让它有一点点微微的造型。那透过白色大家其实看一下，它其实还是有点微微的造型啊，就是一些小洞。然后重点是我刚刚有讲，第一个它不透，第二个它弹力够，第三个非常透气，所以有喜欢可以带。好，再来呢，我相信大家夏天也是非常爱黄色，黄色呢就是比较亮，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会就是不敢穿，其实这个黄色我觉得不用不敢穿哦，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黄不会挑肤色，因为妞妞这次帮大家选的这个黄是非常非常亮的，所以不论你是很黑的或是很黄皮肤的，穿起来全部都会变亮，所以这个黄色大家可以安心购买，它的黄色是不会变就是黑掉的，是绝对不会的，因为这一个黄色的色度是算是很高很亮的，所以即使你是偏黄偏黑白的人穿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哦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最比较基本款的黑色啊是最多人喜欢的，因为黑色就是最瘦咯，然后最不会有什么曝光啊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问题啦。对，然后黑白色都是主色，所以我才说这一款 T 恤如果你们有喜欢，记得4点钟才开卖，今天的新品预购三款都超强，4点钟开卖，因为近期太多粉丝就是都抢不到商品，所以妞妞决定呢先预告给大家2-3小时的时间去准备，那就看如果来得及的人就买，来不及可能就是等预购哦。非常夏天的背心，而且非常好穿哦，就是黑色你只要搭一件短裤或是戴一个项链戴个墨镜，其实它就可以很有型了，真的很热的时候单穿就好，它也不会让你很露，后背也不露，就是一般正常的版型。好，非常非常百搭的背心哦，这是我觉得我们近期最百搭然后最好穿最多颜色的背心哦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我就要穿上一个非常女生的桃红色。好，这个啊如果很喜欢粉红桃红的人一定会买哦，因为它穿起来非常的笑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觉得它穿起来非常的年轻？它就是跟黄色的色度一样，非常的亮。所以这个桃红呢，这一款的色系它不会有，比如说皮肤黑的人不能买这么亮的颜色，通通是 OK 的。皮肤那么黑的人，通通是 OK， 可以买这一款的所有的亮色系，绝对不会让你的皮肤变白。好，然后一样。弹性是无限大的 ，S 到 XL 都可以。喜欢的人4点钟哦，记得自己抢哦，因为每次第一批通常都会抢光，晚上的人真的都买不到，就是蛮可怜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妞妞今天是先预告4点卖场才会有，喜欢的4点钟记得自己到卖场上去买。这款真的很强，真的很强。然后我记得不贵，100多块，有100多块，而且它的质感非常的好。然后来透过镜头，这边还是有做一些简单的点点动动的线条哦，让整件 T 就是背心不会显得很无聊。新品预购价100多块而已，但是4点开放。好，价钱我还不说，4点请大家自己上卖场去看，喜欢
我建议大家多买几个颜色，这至少可以买三个色。那对我们家东西非常有信心，非常有一定的熟识度的话，我觉得喜欢的颜色就先带咯，好不好？